大家好，我们胖胖今天给大家炒一个春芽咸菜炒鸡蛋。这是腌好的春芽是吧？对，腌好的。山东独有的口感。对，让别人感觉这就像我们吃树叶一样，是不是？我看窗户上那个窟窿不错。吃过那个春芽咸菜吗？我吃过鲜的，腌好的真没吃过。我让你尝一下。这个不用放盐了，因为它是咸的。加上货源直接就是直接放里边煎就可以了。这个卷个煎饼特别的香。是我们这的特产。我们的春芽炒鸡蛋就炒好了。